我用的是100美元的练功券，左右两个边对折，展开，把这个角往上折，对齐上面的边，这一侧也一样，然后翻到背面，把这个角往上折。这个边对齐中间的直竖线，这一侧也一样，然后把这个展开，这个角往里折，然后留出一小段，再把它往外折。再把这个折上去。翻到背面，上面的部分折下来，翻到背面，把这个角往上折，塞进这个指缝里面，调整一下。这样一款帆船就完成了。关注折纸王子，学更多。